现在很多的花友呢都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养一些植物啊，总是问老花医有没有那种比较耐阴呢还不用怎么打理的植物呢。我说有啊，就像我面前的这一盆，大家可以看到它像狐狸的小尾巴一样一束一束上起来，这个东西呢叫狐尾天门冬啊，哎，我们那个看市场里面他们又喊的叫九尾狐，这种呢有一种一目成林的一个感觉，一下就感觉自己哇走到了大森林里面，是吧？养护起来呢比较省心啊，它对于光照的一个需求几乎是没有的，不用强光暴晒，在办公室里面完全可以驾驭它。如果说你要地栽的话呢，也不要给它强光暴晒。对于浇水这一块呢是非常省心的一个，你不用担心老板让你出差了半个月不回来，或者说你老婆度蜜月一个月不回来，它也旱不死的。如果在室内的话，基本上浇一遍透水，有一个月不浇水它都能挺得过去，就这么夸张。那么除了这么好看好玩之外，还有更好玩的点是哪呢？还会开这种小小的小白花，不光有森林，还会带给你带来一个小小白色的花朵的一个惬意。对于浇水这一块呢，尽量的呢就是干了再浇，实在不行手指头抠进去啊，一摸干透了再浇，因为这种根系呢是肉质的一个根系，您看它的叶子呢都是这种针状的，所以说耐旱能力呢非常的强，对光照的需求也没有。温度这一块呢，基本上全国各地的花友你放到你的办公室里面都不会冻死的，因为不要低于5度的话就完全没有问题，你要低于5度的话可能就冻伤了，0度以下呢就基本上就跟咱们 say goodbye 了。那地栽的话呢也是一个道理，不用强光暴晒，南北方都可以种，北方的花友呢防寒这一块呢一定要做好，实在不行就给它搬到暖房里边。肥料的一个需求啊就极其的简单和 easy 了，我个人呢比较懒，这个呢又适合懒人养，咱们呢就用一个懒人肥，像花乐多优质颗粒工粉呢直接撒到土里面，100天来它一次，又省心又好养。一边关于虎尾天门冬的一个养护啊，分享给了大家，觉得不错记得点赞。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稀奇的好玩的东西啊，这个呢叫铂金钻，它其实跟金钻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呢它的一个叶脉那种，哎，你感觉到哎怎么一丝一丝的会上出来那种一条一条的这种锦呢，所以说呢感觉像铂金，哎，就有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叫铂金钻，在我直播间一经出现了瞬间抢没。今天呢直接说它的一个养护，其实它的一个养护非常的简单，它跟普通的金钻和绿钻还有龟背竹这种的养护方法是一样的。首先呢您不要给它强光的一个暴晒啊，零零散散的散射光完全 OK 没问题啦，毛毛雨了这个是没问题。第二个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浇水，您可以看到它上面老长一些气根，这就比较爆炸了，比较哇塞了，说明一个什么事呢，它会自己找水，耐旱能力也很强。这种根系长出来之后呢说明什么呢，哎，盆土里面比较干，您可以把这个根系像我一样直接再给它插到土里面，让它去土里面生长，很好玩的。而且呢这种根须长出来您可以看到也是一种比较独特的一个景观，很好玩。大家对于浇水稍微把控一下，干了咱就浇，你那个托盆里边你别老是存水，存水的话它就不爱长了，根系呢略干的时候才会长，您放心，旱一点它都有气根了，可以经常喷喷水，这个不用太过于担心。对于土质的要求不高，叶缸啊松针啊草炭啊泥炭都可以，我比较推荐大家呢是用泥炭土，直接给它用上就 OK 没问题了，想掺点什么就掺点什么，不想掺直接用泥炭完全 OK 没问题的。那么呢这个是不耐冻的啊，好多人话说这个这冬天怎么办这了那了的，它冬天呢它的耐干能力是比较强的，您如果说放到暖气房里边呢它是完全能扛过去的，而且呢你说不低于10度啊它就没什么危险，一般低于3度5度的时候才会有危险，尽量的保持3度5度以上，相信大家室内都有这种条件，它也不怕热啊。如果说你过度的很热的话呢，它的这个叶片、啊、上面有一层，大家可以看到光光亮亮的有一层蜡质膜，哎，它锁水能力很 OK， 所以说呢耐热耐旱，哎，还耐干，比较皮实比较好养。那对于肥料的一个需求呢，大家就直接用了奥绿的通用型的，像奥绿的1号直接撒到土里面，100天一回，如果说家庭条件好一点的话呢，哎，绿胖子就行了，花了这优质颗粒管子肥。好了，总的来说呢比较养护起来比较简单的一个，而且比较大气。哎，大家看这个有没有像那种法国大胡子的一个样子，不过它的名字也很好玩，叫法国女郎，据说呢他说是引进过来的品种，我感觉呢应该也是个变异的吧，咱具体不追究了，但是呢不影响咱们玩，又好玩又好看。那花儿怎么养，哎，怎么养是吧，也极其的简单，它跟吊兰啊感觉是一毛一样一毛一样的一个养法，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。对于光照这一块呢不需要太多，你一般一点光照没有它也完全能够正常的生长，你要给它强光暴晒嘛，你只要保证别给它缺了水它也晒不死，但是呢耐低温能力就很一般了，你要低于0度的时候就开始冻得大面积发黄了，尽量的冬天的时候搬到室内去过冬。光照这一块呢
大家在室内的话一点光照没有无需担心。浇水这一块尤其注意一下，画个小圈圈一定要标记好，浇水这块尽量的要保持干了再浇，不干不浇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根系啊，特别的霸道啊，而且你看到这种水分比较多的时候呢，它在里面这个白白的根系呢会储存大量的一个水分，像小水泡一样。这个东西呢您千万不要给它破坏了，你要是破坏了呢就完了，嗝屁了。之前北京的一个花友也是看到这个，哇，这是不是长肿瘤了，不噜不噜把那些东西全薅掉了，然后种到盆里边了。说老花姨，我这个花为什么蔫了呀？我说你是不是那个换盆的时候伤根了呀？他说我把那些个白的全弄下来了，拍了一堆图片。我那个天哪，你把这玩意弄了等于把它命根都切了，它生无可恋了。所以说换盆换土的时候呢，土质这一块尽量的疏松透气一些，盆子呢尽量的排水一点，浇水这一块尽量干了再浇，不干嘛咱们就不浇。冬天搬到室内没有光照也能养活。肥料这一块呢比更简单了，更粗糙。我个人呢就是这种花乐多优质颗粒控制肥，100天一回，一年嘛用个两三回就完全 OK， 满足它的一个生长了。对于它的一个繁殖呢也是非常的好玩，大家可以把这种上面的这种啊，它慢慢的长大一点的时候直接剪下来插到土里面就能够活。挺香的。哎，这个呢是一个芳香类的一个盆栽，它叫香松啊，可以放到屋里边，也可以放到你办公室啊，或者说哪里比较场面，你也可以地栽，能长3-4米高呢。但这玩意儿有的花友呢，哎，一看很喜欢，拿回来就想养，它结果没几天就养死了。这个东西呢，养得好了能把你送走的东西，结果被你养死了，你不考虑考虑为啥吗？你说我真不知道，我跟你说说您为啥养死的吧。第一步就是花盆，好多的花友呢，我只是单纯为了好看，他没考虑怎么养活它。花盆呢基本上都买的这种类似于我手里面拿的这种不透气的，它单纯为了好看。浇水的时候呢也是浮皮潦草，茶叶水乱七八糟啥水都浇，浇上以后呢然后用水泡着它，结果没几天把根泡烂了，3天青3天黄，3天见阎王，哼，给弄死了。你要了解啊，这种植物你不论什么植物啊，浇水这一块你等它干了再浇，不干千万别老浇水。那怎么样判断干了？一个手术抠进去摸一摸，干了浇水呗。再有一个呢，一定要把水排出去，你跟人一样，你即使是你喝再少的水，你不去厕所它也扛不住啊，时间长了它积攒的多了，它这个尿泡也炸，它不也一个道理吗？所以说呢，你不论是你用什么样的盆去养它，你一定要把这个水保持一个干湿循环，不能老是用水泡着它。你就像咱们这种土生土长的一个根系呢，是扛不住水的一个浸泡的。那有的花友说，那为什么有水盆的？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爱斯基摩人零下50度能生存，你能吗？我能。你能个虾，你能个六啊，你懂个六，你可不能啊。然后呢就说咱们的一个光照这一块呢，它其实呢是不害怕强光暴晒的。有的话说，哎，为什么说我这个小盆栽一晒就死了？你想想这么小的，这种正常情况在地上生长的话，它的根系至少长这么长了，你这么小的一个盆栽它哪去吸水吗？它不晒死才怪呢。夏天的时候像这种小盆栽你不要给它强光暴晒，一早一晚的时候呢，像春天还有这个秋天还有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全日照，像夏天的时候一早一晚的太阳完全 OK 没问题，别让它太热了。尤其这种小小盆的时候，总的来说呢养护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。另外呢它没有什么病虫害，由于这种芳香类的呢它不爱怎么生虫子的。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温度啊，它是不喜欢低温的，一般正常呢像30来度一点问题没有，不要低于-5度就 OK 了。低于-5度呢可能就会冻伤了，一般盆栽呢室内也可能就完全 OK 没问题。南方的花友呢完全可以地栽。我手里面拿的呢是一个去年到今年这两年比较火的一个品种，叫玉簪。好多的花友呢非常喜欢养玉簪，因为玉簪的话呢它的一个特性非常适合咱们作为一个家庭的园艺，或者说您在花园里边种它都非常不错的。人家它作为一个观叶植物来说呢，它是比较优秀的。南方的话呢它不需要过冬了，北方的话呢你也冻不死它，它是树根类的，而且是多年生的，养得好了嘛，可能就可以陪伴咱们一生的一个花卉。种到自己花园里面的时候呢，如果说要地栽的话呢，尽量的不要种在太低洼的地方，你要太低洼了容易积水烂根啊，您千万注意。如果说大家要阳面种植的话呢，它就不太适合了，因为它还是比较害怕强光暴晒的，它比较是喜阴的一种作物，而且呢它也会开花，不过开花的话呢观赏价值不如它的一个叶片好看，而且它叶片颜色有很多啊，大家可以去选一些不同的品种用来一个点缀，它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养护起来呢没有什么压力。只需要大家注意什么点呢？第一点不要强光暴晒，第二点呢不要积水沤根，第三点说土质的要求并不高，大家可以松针草炭、泥炭、椰糠这些都可以用来养护它，完全没有压力。那人话说我用泥土，不建议大家用泥土。如果说你用花盆用泥土的话呢，它很容易积水的沤根，一闷根一板结，它根系就长不开了。树根类的您别看上面的叶子少，但是它的根系特别的多特别的大，一旦说是盆土用的那种太硬的话呢，它也不爱生长，
养吗是非常好养，对于肥料的一个需求呢就更加简单了，像这种的话通用型的一个肥料就完全够它用的了。像奥绿的一号啊，花多多一号是吧，你要论我呢我就比较懒，花了多优质颗粒公子肥直接撒上，一年三回啥也不用管，而且大家拿回去以后呢不用着急换盆啊，你等它长个差不多你感觉根系已经爆盆了，您再换一个大的盆加点土就行了，如果地栽的话呢直接带着这个土球啊种下去就行，不要太过低洼哦。好了，一遍关于这个玉簪的一个养护啊分享给了大家，您别看它这个比较名贵的一个小品种，养护起来非常的皮实啊，不怕冷的一个花卉啊，只要不暴晒就好了。觉得不错记得点赞吧，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业，咱们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